哎，你这事能靠谱吗？那咋不靠谱呢，哥们儿？要不是你等我，我都打算自己干了。哎，你等我想想吧，一下子十多万呢。哎，哎，你等一下啊，你都见面再聊吧啊。来了，咋谁又惹他了？怎么了？这嘴撅的都能挂钥匙了。你为什么突然一直不跟我说一声？哈，哎，我有个朋友就是给我介绍个活儿，我觉得是个机会，我想试一试。哎，你咋知道我离职了？你不问我怎么知道，反正我就知道。还嘴硬的。行，我不问了，行了吧？你那朋友什么活儿让你这么心动？我俩打算一起加盟个店，是我另一个朋友的店。什么店啊？靠不靠谱啊？你再说了，现在开店多难呢，你别让人坑了。放心吧，都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了。好吧。嗯。你就没啥想跟我说的吗？是什么？比如你帮我找的这份工作。我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其实那家公司不是我的。那我不告诉你，不就是怕你有什么负担？那你不怕以后万一又让我发现了？嗯，那不是以后，起码现在你不知道。是，他，对呀，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什么？他找你了？什么他？谁呀？你还装？是不是李叔找你了？嗯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是不是他逼你离职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是我主动离的职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真的？真的？那他还有没有说什么？那就不能让他知道了。有。我就知道，我找不着。你坐下，你干嘛？他还说，他最怕挠痒痒肉了。